然后这时候呢，我大概这个已经确定败北了，因为对方的黄金矿我没有办法骚扰。那这时候我有派一只这个小兵想要去这边战矿，因为我明显的发现我的 gas 不够。我这家伙好有钱，好棒哦！你分我一半，我就赢了。啊，这时候我已经开始造这个雷神了，应该是吧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还没开始造雷神。嗯，对，我 BA 刚盖而已。因为我发现这样子下去不行，推不了，只好去赶快做雷神。不过两个宝要拼人家三个宝，我资源不够，而且对方坦克数量这么多，我消耗不了。那这时候他也已经补到了三 BB， 他的飞弹星际港是做治疗包、治疗艇。那这时候我想要过去站这边，他也发现我到了，那我应该要赶快去打他的黄金矿。唉，可惜啊，太焦灼于这一边了，完全忽略了这条路线上去。等到我开始想做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是三台坦克，八只马林，就守好了。那我们要记住这个 combination 了。下次我就三台坦克，八只马林，就放在这里，我们来守一下。哎，这个400块就这样送人家了。想好了才到，太慢了。痛啊，好痛啊！轻啊，轻啊！我们的后排还有坦克，冲不过去。哎，失败，不要手术了。这时候你要来是差不多，不过他也有飞弹塔，做得不错。或许我应该走女妖海，然后我就可以无视飞弹塔，因为他不做空军的反制我的女妖，这个这也是他的弱点。但是我当时已经太焦灼了，就没有什么办法做思考，就想当时我就是想赶快打掉对方这个黄金矿，或者是占一个矿，然后再把这个矿拿回来，取得经济领先。那很明显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悲惨的经济啊，800、500，我现在只剩单矿营运了，一块挖光光。那这时候已经面临没有资源的状况之下，三只雷神出来了。好 ，Unit Tab 呢，我有三只，它有四只啊，不过我先推了。其实我应该全体总动员了。赶快来推这边，事实上我也没有推掉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推掉。好，这时候我的弓有提吗？我应该是没提。对，对方有没有提？对方有，悲剧。这时候我心里羞羞，女妖前置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女妖来帮我们去推嘛。这时候他还下飞弹塔，枪兵来了，他赶快架，手速太慢了。哇，炸一下，枪兵就快爆光了。那 HP 我开自动修复，所以这个女妖过去受伤再回来 ，HP 就过来了，白死了好多只 HP。好，又来了，哎，我一直在拉 HP， 悲剧，很囧。这两只架起来了。雷神准备上了，其实我这时候应该全部都空出来，空出来帮忙打，不能把这边推掉。这坦克，加油，打爆他！打不爆，雷神出动。这时候我已经是经济这个濒临缺口的关口了，已经完全几乎没有钱了，赶快降，赶快降。
打到了，我有视野。这时候进攻，冲啊！我们看一下雷神熄火，坦克架起来。对啊，看雷神更多，妈妈咪呀！各位看到成功消耗他前排这一大排的这个坦克了。好，雷神应该回不去，好，要回去。应该打得赢才对啊，奇怪怎么打不赢？他有人在修，被我打掉一半了，剩一点点。不过他枪兵跑进来 ，What do we have? Nothing， 因为我没钱了。我们看看这位先生，四千多，一千多。哎呀，借我点钱嘛，你就输了。好，我又在说疯话了，不要紧。那继续来看下去，我是如何悲惨的输掉这场精彩的对决。啊，双方。速度进攻，虽然是我攻他比较多，这个指挥中心甚至快要被打爆。这座 SCV 数量已经下降到了可怜的19个了。这台坦克想要下来，好可惜啊，这场一直卡钱，然后这因为 Ready 没有设好的关系啊，这个一大堆兵留在这里，很可惜。我是蛮后面才发现，因为大部分像打到这种后厨，我几乎我的画面都是留在这边，营运就是改变这个集合点，然后二三四不停的照这样子。那这时候他的这个所谓的雷神大队已经天神降临了，已经 unstoppable 了。那人类如果要对付这种雷神大队的话，我不知道可能更大量的坦克吧。这时候他来了，刚好我的后援部队到了，发现他的兵把这一关，烧得不错。拼了！快打不到，差一点点。哇，雷神好猛！雷神便直接过来打掉坦克，不会死。这个大量的冲锋，所以呢，狙了，狙了，狙了 ！I have nothing。Nothing。好，我承认我发疯了，因为这场我真的打得好难受，好难受，好难受，一直被封在这个地方哦。那总结就是有几个点哦，我的败点就是这个，第一个我 VF 数量太少，那女妖其实当时来骚扰是只烧到皮毛而已，应该当时这边他主矿区周都没有做防守哦，那当时的枪兵也不多。那他也是看到我造雷神，他开始造雷神，然后有一波这个医疗艇，这真的是不应该啊！直接点这地方空降，结果他这个飞弹塔就把我的飞弹艇打死，医疗艇打死了，非常可惜哦。那这个二矿的主堡一直没有被我打掉，很尴尬。然后呢，我跟他讲话，他也不理我，真是个冷酷的家伙。不过仍然是一场精彩的对决，他也打得非常好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